北河十七号南天宫头前的这个大马路，有一台大卡车来是放着高空烟火相当的震撼。这个场面是今年旧历过年南天宫举办的跋杯比赛，而且头奖得主在遮进香，同时兑现着伊对本府陈水的承诺。我有跋着新杯哦，我讲要倒来放十万的炮啊，我今日是南关新万阵爷挂香，我遮做第一站，所以来遮先甲那十万的炮做第一站。希望本府遮会当流传落去哦，大家人拢知影有这间庙，这间庙盖兴盖了。林地宏表示讲，因过年期间高雄在管制，牵起着伊家本府陈水姻婚，是冥冥之中就是被高层在管制，就开到这里，不会这样子。我知伊个本府所求来讲吼，我要结缘啦吼。我来来钓了十六万的时阵啦吼，要来赚跑十万啊。重点就是讲，囡仔讲吼，要等于南昆新的时阵吼，头一站先为本府潜水者来个阿协助吼，啊了个倒去南昆新。其主委本场金鸿表示讲，本府陈水成为显现家己世界来发挥，扛起着跋杯王的烟火嘛，和南天宫为了建庙以来上有规模的战炮仪式。有够感动的就是讲，起庙以来啦吼，头一摆讲来过路的人吼，搁家己发书下来吼，啊有战炮吼，有够闹热的吼，啊十七南天宫本府陈水真正有够兴的，有法度吼来找这万钱爷啊来斗三工吼，啊来家己斗发威吼，阮这本府陈水香火愈来愈兴旺。全台湾全世界都知道这间唯一的一间主事本府千岁的一间庙啦吼。伊为了迎接着跋杯王倒来行愿进香，南天宫出动着了高阵做迎接，同时主委嘛送上着金牌，吼前来做客办盛宴，并且来送上着本府千岁加持过加持袋啊，加这翠庵来感谢信众来南天宫来过路做客。南天新闻台以下北河采访报道。